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马英九被人的鞋子砸，所以马英九怕。为什么？因为马英九被人的鞋子砸，所以马英九怕人。哦，会怕人，但是他说习惯了就不会怕。那就一直砸。对啊，那边有很多我们丢马英九的那个报道啊，你们去前面看。他来嘉义都被我们丢鞋子。